所以有人咧讲，是毋是会使上高级之前做会上？你讲这安尼敢会使？理论上是袂使，卖低无啊？理论上是袂使啦，但是我当心讲吼，要省时间呐。因为讲上一摆就是等于爱偌多，爱佫加三天到五天，所以后尾啊，即个地书大概作为讨论的结论吼，和各位方便，就是讲，咱即马即节课上煞，互你当跳级去职权，但是事后高级班恁来佫倒来补，安听有无？毋是讲怎安就煞去呢？互你方便，但是你嘛是即个整个的法理爱上个头，你上无头吼，那咱听人讲，你对于法理不清楚哈，后摆你做政府官员会有问题啦。我甲你讲，咱上届大毛病一个，恁绝对要袂着。美国人对台湾人吼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因为你台湾人很奇怪，今日国民党。明仔会当变做民进党，过后日会当变做台联党，啊，过过日当阁变做亲民党，还是新党？你看，我们想很久，恁台湾人的头壳到底啥？我讲台湾人的结构不一样，台湾人吼是一个海岛，海岛诶，诶特性是啥？生活困难。啊，生活困难变成什么？都一旦生活，一旦生存的吼，鱼龙中好啦。啊，所以养成讲变做台湾人吼，其实台湾人拢是平埔族的啦。啊，平埔族的安怎？一个特点什么物件？会堪要吃苦，勤劳，啊，拢要趁钱，有钱互你趁吼，伊啥物拢好。啊，台湾人足戆的，人讲台湾人好。好骗，歹教。啊，但是呢，台湾人要甲你教，要甲你骗，一个上好的物件啥，就是课本。迄个也做教育内底，为小学一年、甲初中、甲高中的课本，甲你写安尼哦，你就认为安尼了。所以以至于到今天哦，整个台湾的历史哦，拢总去用乌龙写倒去。你先。台湾建书哪有光复者？明明咱老爸老母、阿公阿嬷是日本人，咱哪会变作中国人？大家都不要去想诶。所以我拢尽量上课用上介简单的文字叙述给恁。牛甲牛一定生牛诶，无可能讲牛甲牛生一只鸡出来。咱就是迄只鸡。咱的老爸老母辛辛苦苦拢做牛共款啊。但拢变，咱变做鸡，你听有意思无？唔是讲你骂咱鸡来的，你唔能讲啊！秘书长，咱骂阮讲我是鸡，唔是迄个意思。我是要互你知影，牛甲牛的后代一定是牛，对不对？日本人甲日本人的后代一定啥？日本人。啥咱变做中国人，很奇怪。但以前你不要去想，所以你来上这个法律啊，你就很清楚。我们台湾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课本足厉害啦，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如果今年内执政的话，第一个要甲办的是啥？写课本迄几个，你来甲解说，你来骗台湾人骗安尼？啊，你若无迄能力，你卖写课本嘛？你没有能力写历史，你不要写嘛？你写这个课本害死台湾人嘛？干不是？你看最近阁改啊呢，课本阁敢改啊？伊敢改啥？你二八甲提掉，后摆囡仔唔知影啥物是二二八啦。二二八甲迄白色恐怖对咱台湾人的影响看偌大啊？我问你，你想看卖？恁的老爸老母捌甲你讲一句话无？囡仔人有耳无嘴，政治唔通插有无？是啊，那政治唔通插，是啊，那囡仔人有耳无嘴。就是因为李立办嘛，伊这个死偌济人，那照郝柏村因老爸讲，啊八九百个尔，迄看着鬼啊！我甲你讲一个咧，
我讲的这种是确确实实课本无写，但是我拢甲你讲实在。1947年二月二八发生，经过15年，1962年，迄阵有一个台湾省政府，有一个议会，议会提出质询，问迄当阵的省政务处的处长，日本人甲咱台湾的这个户口做甲一流的，户口制度吼，是咱台湾甲日本。在这方面呢，这个自治体全世界我们最好，无人比这较好诶。你知影美国，你去美国还好，美国有迄个户口制度无？没有呢。美国诶护照要去提申请，你毋知影？你知影美国护照要提啥？邮局啦。你只要提证明文件、出生证明、医院的出生证明，爱就发什么？发护照给你，因为伊都无户口这个制度嘛。但咱台湾有这个户口的制度，所以迄当阵1962年，经过15年以后，户口普查。省议员问这个警务处的处长讲：“请问，恁拄多户口普查，台湾有户口无迄个人的人，到底有几个？”伊讲12万6千。126,000，和你讲，可比讲，咱是日本的靖国神社，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南洋死的，还是在这里做中国死的？和你假设讲，伊个是39,100，扣掉，啊嘛还有七万几个，7-8万，对不对？所以你敢想死偌济？啊，和你看一寡 homeless， 就是无厝的人啊。给你扣掉，那几千个也是几百个，上无，还有7万人，死在国民党的枪下，安奈无出来，因为真侪家庭啊，是规个家庭拢灭掉。啊，若讲因死的八百个啊，我跟你讲啦，台湾人未惊吓，惊到讲吼，爸母爱跟你讲吼，囡仔人有耳无嘴，政治唔通插，未啦。台湾迄当阵的人口偌济？600万，600万呐，死7万人，等于呐100万人，100个人会死一个。啊，死迄个人，过去我的阿公阿嬷迄当阵拢，恁嘛拢同款啊，拢生足侪。阮阿公迄当生，阿公甲阿嬷生11个，我唔知恁几个啦。但我所听到伫迄个年代，足侪拢嘛是生生10几个。10几个，若准死一个去，影响着偌济？伫咧家庭内底，迄影响你甲看，迄有偌大？所以台湾人吼，为迄个二二八开始吼，惊吓，啊开始内底啊，心内底啊，愤恨即个啊，做国民党。所以有一寡较有钱诶，走，互伊走去，走去日本，走去美国，大部分拢是去日本较侪，因为会晓讲日语嘛。去日本呢，啊就开始。做一个迄个台独的运动，反对啥？反对国民党。台湾人迄当阵讲，伊唔知影讲战争法，但是迄个时阵有哦。台湾人嘛是有足巧的哦，廖文基因阿兄叫做廖文奎，有写迄当阵文章，我有看到一篇。伊讲吼奇怪，那按照战争法来讲吼，台湾不应该是中华民国来甲咱。占领中国，美国在台湾，不是伊土地，这是叫做占领。廖文奎，所以廖文奎迄当有发动，去伫东京向日本的，即美国的迄、那个伫住伫东京迄个总部，迄个占领总部嘛，去甲伊陈情，去甲示威。麦克阿瑟伊嘛知影，所以麦克阿瑟罗贝亚伫1952年的时候，在那个联合国，在那个美国跟联合国的一个听证会来说，他说实际上台湾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土地。有这历史啊？你台湾人敢读？有法度给你读这个？没有呢。所以我刚跟各位讲一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都69年，这69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今天如果台湾民政府啊，我会当甲各位讲啊，台湾人会被消灭。马英九，中国人因老爸讲要化毒建统，中国人的心内啊，从来对你台湾人都甲你化较清清楚楚，戆的就戆台湾人啦、啊。中国人伫咱台湾咧统治，你拢唔知影。我讲给你听，你家己目睭揢起来，甲想看卖啊。那阵是蒋经国，那是甚至啊做蒋介石、马英九就好啊。马英九伫统治台湾，伊所有的部长那十个有八个是中国人，就所谓的外省人啊。敢真正中国人头脑比你台湾人较好吗？因较有能力吗 ？No。台湾民政府当年要派去这个派去日本，日本甲美国，咱要派大使去日本甲美国啊，找无人，你要相信无？找无人啊！所以咱敢若为着这四天的，按苦足苦的内底伫遮咧上课，是逐礼拜上，这四年来从来没有休息，没有中断。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拢拢在上，但你想讲上课咁多，一定精英拢会来。来伫遮咧上的人，坦白讲，是拢头脑无简单的人啦。因为你来遮上课压力偌大，我嘛足清楚的。外口会甲你笑讲你拍带，还诈骗集团啊！真正的诈骗集团其实不是台湾民众，是中国国民党加中华民国民进党。因知影事实无？因拢知影，但你想看卖啊啦吼？蔡英文讲五月二九要去美国啦。正一摆伊去美国的时阵，伊面试啊，谁人讲你台湾要选总统，选中华民国总统，你都爱去美国面试？你袂感觉很奇怪吗？要选日本的总理，这个首相，讲都爱去美国面试。是安那独独你台湾出事的这人要选那个总统，还是要选啥，都爱去美国面试。啊，去美国面试的时候，怎啊来送你一面美国国旗？你拢不要去想。啊，是安那总统和你当选，都爱美国的贺电，总统的贺电到你的桌顶，你才会当就任。你拢冇想过啊？你会感觉真奇怪，奇怪，但是你想不到是什么原因。所以你在这里上课，你会得到很多的讯息。我讲几个例啦，吼，阿扁啊，也好，阿扁啊，第二次当选的时阵呐，人前在哩乱，哇！伊讲哦，阿扁窃国，嘿，机关选了个都窃国，窃是偷地的意思。中华民国去哦，阿扁也偷地去，啊，伊在哩乱。啊！你乱的时阵，阿扁啊，感觉真奇怪，伊要马上就要5月20号要就任啊！美国总统的贺电到迄阵还未到，伊讲奇怪，安内无来，伊就去问迄个 AIT 的，伊来做处长，叫做夏新，大大块迄个哇，查某的，伊甲问夏新，啊，夏新讲啊，那也无有啦，你的贺电已经伫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桌顶了，你只要宣布。叫你的那个做中选会，去把打那个当选证书给打出来，你的贺电5分钟以后就会到你的桌子上。这个消息，我们中国国民党在美国的那个内线也有够多，中国国民党也知道。所以那一天啊，那一天黄秋生要打那个当选证书的时候，迄中选会安尼，足侪人去乱，安玻璃弄弄破，你唔知还过入去迄个镜头啊。虽然人足侪，伊嘛惊甲打出来，都无一秒钟就向掠掉去啊。啊，但伊打出来，拍一个翕相，5分钟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贺电伫桌顶，是安那奥巴马贺电伫桌顶，因为这就是讲美国占领当局，承认阿扁啊做台湾当局的总统。啊，是安尼，美国的总统，伫法理上来讲，今日是美国的总统占领台湾，您听有意思无？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为渡鲁门的时阵一直来，一任一任的总统一直接落来，接到现主席奥巴马。所以1979年的这个4月初一、4月初十，台湾关系法通过，这个追溯到1979年的1月1号开始。因为中华民国和美国等高是1979年的1月1号，伊这占领权啊，爱甲接起来。虽然伊通过是4月10号尼克森签的，但是追溯到1月1号，迄就是这个占领权啊，台湾的占领权甲接起来，美国的占领权。美国人咧做代志，我甲你讲吼，真正唔是你所想的安尼啦。台湾人是足高于。足掉的嘞！有当我咧想讲，啊，这台湾后摆要安怎将这台湾人这种的习性要哪个改过来？你若无改吼，咱台湾人后摆吼总有一天吼会翘起的。安怎翘起？不是讲翘起，意思是讲吼没有台湾人了。你看，即马中国吼大量移民来，这种不对呢。占领地区不可以移民呐。伊就是企图改变台湾人口的结构，咱是叫做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但是这个占领军中华民国，伊要来甲改变。所以这方面呢，我有写真济文章，啊，这文章我甲你讲，美国的国防部吼，拢特别有将我的文章改翻译为英文，拢叫三个。我来知，因为咱含 CIA。每一个月拢伫开会，拢伫知影这个代志。所以我甲美 CI 嘛甲讲，我讲你免烦恼啦，台湾人吼头脑也真好，嘛会改变啦。恁敢会改变？会无？恁像恁会改变无？会举手。不管我看恁的反应吼，不太会呢。啊，安那？51州啦。美国现在59年了，很好的主张。我跟你说，大家都爱，我跟你说，全世界大家都不想要做美国的51州，有吗？有吗？咱听人说有吗？那最最好啊，但是我跟你说，做51州没那么好，你听我跟你说，我分析给你听。波多黎各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以后西班牙挂波多黎各给美国的，已经百几年，1899年，1888年战争，1889年，美国开始占领这个叫波多黎各。波多黎各的人敢无想讲要变成美国的51州？我跟你讲，无，是安怎？因为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的国会通过。伊讲吼，全世界拢伫讲咱美国吼，一直不断的扩充领土。我讲伊若要扩充领土啊，全部全世界，我看一半以上拢属美国，即摆拢挂美国旗啊。因为通过讲伊要增加州啦，台湾是唯一有机会，甲波罗尼个同款，会当变作美国51州还是52州？但是美国无爱啊。啊，但是我阁讲讲给你听，波罗尼个吼。近两千十几年发生的代志 ，CIA 甲我讲一句话，伊讲吼，我欲叫波多黎各吼，你何里建，何里建51州，啊无就何里独立。波多黎各的人头脑比你台湾人较好，安怎讲呢？每年美国人一年平均要用500亿的美金送给波多黎各，以波多黎各讲，哎，你敢占领啊？啊，你占领爱负责啊？刚才秘书讲，美国已经甲带迄个波多黎各做某，啊，你共带人做某，啊，生活爱共负担对不对？一年500亿美金哦，哎，500亿吼，美国会感觉会烧呢，几百年呢。美国讲，啊，你嘛较差不多咧，安尼安尼，来来来，互你家己，互你独立啦，互你独立啦。啊，波多黎各的政治家比咱台湾人巧有够济。波多黎各甲讲好，公投，看要独立啊，歹独立。哦啊，
十几年前、十六年前，伊就发通知，来来投票投票。遐政治家去甲报道里个人讲，我甲恁讲哦，那独立吼，美元都无遐。那独立吼，恁后生马上爱来做兵，保卫国家。咱马上爱买武器，你的税金上少上少爱加十倍。我问玻璃佬个人要做要独立吧？你想，伊要独立吧？死嘛无诶！即马点点伫遐坐，每天悠闲。美国人有500亿个美金伫送互伊，啊伊人阁无真济，阁几百万人尔尔，生活的快乐无比，快乐似神仙。公道绝对袂贵啊！安尼当冻我久，冻八年。即马美国人想想讲不对不对，安尼啦，51周，51周。用好啊，51周啊，分落台。遐政治家甲报道的人讲，我甲恁讲哦，你51周若通过吼，你们都要交联邦税，美国的税金是足重的哦。我说你个人甲咱台湾人感觉足惊税金咩？讲你要交税啊，大家都走甲离好开。你想遐尼贵无？绝对袂贵。安尼个冻偌久？个冻八年。因为四年一拜嘛，啊，美国就生气啊！美国甲讲吼，哎，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你们在玩游戏，独立甲51周，两个互你经济行，哎，啊，有利无？有利啊！公投，波多黎各政治家头脑有影有够好，比咱上无比咱台湾遐推阿面啊有够好好够济啦，比我较差多影啦。伊安那甲讲呢？伊甲遐老百姓讲，我甲恁讲哦。甲邓国的一周，以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有宣布啊，参议院甲众议院有宣布讲吼，不要增加新的州，拢总来邓国的一周，啊好，通过啊，来，上去美国的饭，迄个做国会，美国国会骂迄国务院骂甲要死，讲你是咧干哪？老早的通过袂当增加51周啊，袂是创啥？摸着鼻子回来，甲今嘛，经过过十几年啊。维持现状，咱台湾所谓的维持现状是足腿的。咱未晓甲美国讲你是我的占领国，咱拢叫是讲咱是中国人，你依靠中华民国，你看到鬼样样，足腿的啦。但我这话敢若上好安尼甲恁讲尔，我无法度，因为每天拢甲你封锁啊。我阁讲一个代志，互你听。我其实我这论述。在我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我就有讲过啊。你若去甲变，无人知影我选高雄市市长呢。啊，国民党有搞无？有搞搞，我无爱骗。封锁，拢总封锁。哎，选市长都我都搞封锁，你看有搞无讲？你敢知影我选高雄市长？知影举手。无啦，你唔通五五尾啊，才知影无准算啦。呀哈，都无四五个咧。足搞的啦，我国民党哦，什么话无搞？封锁消息哦。制造消息上盖高，你甲等于找甲变，从2006年到今嘛，经过9年啊。我选市长的时阵所讲的话，政见所讲的话，甲今嘛的论述一模一样。有人讲吼，那一个论述有我互坚持甲遮久，拢无改变吼，表示迄论述绝对是真的啦。啊，恁个点点，你看麦。我这里跟你说哦，你哦，头脑才是哦。我所以我咧讲恁拢真健康嘛，对不对？我无跟恁玩弄嘛，噶不是？台湾人就是安尼啊，足故意啊。我迄个论述甲今嘛为止，我上课咧讲拢同同款。你唔相信你遐变？有啊，迄影大还阁有啊。迄影大以前的双光市市长，市长呢吼，伊拢嘛全国联播，对不对？我算迄年哦，敢若伫高雄市联播尔尔，啊是毋就变做一个区的联播尔尔。我讲吼，国民党是惊我惊到破胆，我看。但是你甲看一点哦，为2006年到今日为止，我林志兴秘书长有去予中华民国的检察官还是警察还是法院来甲啰嗦，甚至甲掠去，有啊无？无呢，拢总无呢。迄报纸你看，《苹果日报》那规版的，你拢有看嘛？吼，迄种报纸在倒，你唔通甲我乌去，我甲你讲，
囥下呀，啊，搁翕片报纸里头啊，报纸呢？啊，昨天的报纸拿进来，收回去，放在这里呀、啊，要给让你们看呢。哎，休息一阵，红看啦。我要给您看报纸的内容。我讲你不要看报纸，你要相信吗？你要相信吗？咱相信的牙手，相信你不要看报纸的牙手啦。好啦，安尼声音有老实啦。苹果日报来一下，你听我讲啊，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拿去 AIT 守卫啊，去绩效啦，你们也相信这个？爱讲咱是台湾什么？台湾自治政府？咱是台湾民政府，不是台湾自治政府呢？哪里话？叫我一下，但在签证办理处即被阻挡，出示台湾民政府被拘，怎么会有人相信这个？重点是这个啊，警卫是什么人？什么台湾人？我拢讲迄叫中国人，你莫甲我讲台湾人，台湾人头脑真好，中国人啦，对不对？台湾人未啦，看这段，啊，就是讲，哎，身份证假，来，你看这段，来，看较紧，好，收监管啦。苹果昨致电 AIT， 但截至截稿前均未获回应，这句话才是重点啦。官方唔敢甲你回应啊！迄、那个身份证，你美国会使用啊？美国的机场，大家拢接受啊！咱嘛派超一百个以上去美国啊，大家拢当用啊！以 AIT 官方为什么不回应 ？No comment， 这是真的啊！你不要看，啊，你看有无？啊，即摆有个人敢来看头前去警卫，警卫推下面咧讲诶。啊！你相信警卫推下面啊？不相信后边这段，啊、你也要看无？啊，你看有无啦？啊，你嘛赶快都无欢迎嘞！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想拢无嘞吼！我阁跟你讲，《苹果日报》吼，迄个记者我有甲学了，伊内容写真啊，但系编辑将垃圾鬼个，编辑乌白甲你编啊，写迄个标题。瞎讲哦，台湾民政府唬四万人，这唬啊，哪要讲好听也会使，啊哪讲歹听就讲，这唬这句话台语安怎讲？好，好啦，好啦，啊，这四万人戆啊就对了。伊若这个标题写台湾民政府已经有四万人，偌好看嘞，对不对？这四万人拢戆啊吗？黑熊不是骗的意思啦，咱听人讲，虎这个字不讲骗的。伊讲哦，拥有部队正称美国认可。我今日直接正式跟您讲，我们的部队名叫做黑熊部队。黑熊部队不是咱家里号的，是美国的黑熊特种部队的主官将黑熊能力送给咱。咱即把黑熊有143个。但落尾啊，我们会有300位的黑熊。黑熊准备做啥？做有关警政、海巡署这的工作。今日、昨天呐、啊，5月8号，日本的外交杂志叫《Diplomat》，顶一篇足大篇的，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伫5月17号要举行迄个啊，做伫遮。你看哈 ，The Diplomat， 这是在日本，在日本的真有名的外交杂志。你看这个所在，这你看有，你大家拢看无要紧啊，英语你看无嘛对吧？啊，你这个你看有无？这个含咱迄个同款有无？哎、欸，我若无安尼讲哦，啊，恁这拍破要创啊？我唔知呢。哈，两个赶快在拍破啊！啊，你破啊拍未煞，我跟你讲。你看啊、哦，这个顶冠，这不是咱，这是美国替咱顶的啦。美国替咱把迄个外交杂志叫伊顶的啦。咱5月17号还未到，今日9号，今日下晡要开会，就是要去美国的35个人，要大家做伙开会。啊！你潘雪玲，你还阁无？
啊，拜都有资格啊！您即马过去办毕业以后，您就会当参加每一年的八月十五去日本，甲靖国神社遐英灵啊，去甲因参拜。哇！你机器人唔捌去甲参拜过，所以台湾人的名誉拢袂好啦。迄三万九千一百名，伫日本来讲，恁这台湾吼实在足戆的。啊！阮替台湾牺牲，恁拢毋捌来甲阮拜过，捌去甲日本靖国神社参拜举手。你家己去哦、喔。安尼哦，啊！你有甲拜无？你有入去内底甲拜？无啦，入去甲内底迄个啊，做迄个风，毋是啦，你伫外口啦。咱台湾民政府每一摆拢百几个，拢去对呢，去日本内底皇帝伫拜所在，互咱拜。因为咱是皇民呢，日本人伫外口，日本人叫做国库民呢，国民呢。我们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皇民。您即马无念，看到皇民的话来偷呀？您读的课本，甲你讲，我们不是日本人，这是日本侵略台湾、占领台湾。所以您听到日本讲这个台湾是皇民啊，你们会讨厌。也你甲看中国人的头壳内底，拢知影啥？咱是皇民。包括最近迄、那个姓董的迄个我，迄查某的，嘛是讲你们这些日本皇民。这个也做郝柏村、连检拢讲皇民，到今日他们不道歉，是安怎？因讲的拢属实，是你台湾人家己戆戆到袂白上啊！你不要你的祖先啊！所以你跟你讲，你若台湾的地位无恢复正常嘛，你台湾人永远都袂好。我跟你讲，那台湾人会当等于以前的这个时代吼，就是日本天皇的皇民吼，台湾一日千里，进步。我跟你讲，我伫这个所在，我讲的话，我这拢录音啊，拢向全世界传播。台湾如果国际地位正常化，回到日本。台湾人的薪水最少最少增加现在的五倍，因为台湾人都唔免让中国人欺压，唔免让中国人甲你扣税。即卖唔是干呐，中国人扣税，含美国人嘛甲你扣税。你敢知啊？你唔知嘛？你怣怣嘛？是安怎？你伫买武器，迄就是扣你的税啊！敢真正买武器是破铜烂铁给你呢？伊用甲无爱用的护理呢，上个趣味就这边，迄、那个直升机啊，直升机事件，迄叫啥？迄查某叫啥？啊，李倩蓉，阿帕奇，买三十只，一只二十亿，六百亿，伊毋是翕相有无？啊，本来不知讲吼，迄、那个仪表板吼、哦。是非常精密，啊！你也这样讲，仪表板给泄露，美国老板出来承认，那个仪表板是假的。啊！你看到贵啊，有影？二十亿买假，专工做给你看。到即马二三十只，迄个阿帕奇吼，啊，佫有一半飞未到位啦，要佮你飞啦。啊，钱入了啦。有一摆，迄个台湾的政论节目，有一个军官出来讲，伊讲啥？伊讲吼，很奇怪呢，像啊，中华民国买飞弹拢爱寄伫美国，你听有意思无？开足多钱的买飞弹，精密的飞弹拢放伫美国，要用的时阵才摕。领导若买面子哦，放喺阮兜来用啦。这就即款的意思啊，你听无吗？我跟你讲，真正美国人吼，就足过分的啦。当然，我的妈妈过两个免两个车十天吼，美国就个电话号啊啦。是吼，这是我人心内话，不说不快啊，真正很痛恨啊。台湾人这样讲，我要叫恁叫到当时，这要活起来。好啦，今日到这，明仔再继续。